李大记得好像有点紧了，一直勒着脖子。林老板，这个。 你干嘛？想亲就说嘛，你还弄这小动作。你真的酒精过敏吗？要不我们试试看，过不过敏？好像不过敏啊，感觉还能轻多几下。 看一下，我回家了。 谈恋爱要那么拥挤吗？我教你玩，你还记得？你帮我教我，他嫌我挡了。要不自己玩吧，要不然还让我别说话。哦，啊，好好玩啊！对，居然让人撞到，哇哦，好好玩啊！你睡觉去吧，我自己玩会啊。打扰我。 我玩了这一盘，要陪你啊！我的头发太长了，我们的距离会拉得很开。看看你的那个优秀的锁骨，哪里？优秀的锁骨，它里面还穿了一件衬衫。对呀，哎，不是 T 恤。我是不是有难得的？穿的那种老汉背心。那我就公道了，完全不会，就是这么的顺滑。只要逼你们就会穿睡衣吗？ 一点福利都不给，不是福利，是福利就给了。让我们感受一下是不是福利。我们大家，哎，大家，你看这一区，这叫我们有买票哦，买票进场的。 你停止吧，我停不了的。你停不了啊？停不了，那谁愿意停啊？看你猴急就猴急，这身高差。看你就是猴急猴急，他挺香的。 嘴也都可以，我看你哪里顺，动作都不要那么大。来拉过来到这里，到这儿。也是会像打包。都在迄个咱诶，当对。是猪。裤子，这怎么是猪啊？这么大的耳朵。它真的很像是猪，对不对？又很像是兔子，它是很可爱的。妈的，好可爱！好多瘾啊！你们。 你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就跟他说。那就把它当成桑叶。对，对。比较好了，快收。压力比较大，是吧？这东西搞不干，稍微干净一点。刀哥。哦。拍下吧。好的。我有视频。感觉已经玩了2年了，这东西。含包浆了都。含了2年。 等下上来，不然你们就要到下面去了。对，还不如在下面呢。真的吗？这好窄啊！这个想要在下面吗？这个好窄。还得不用。给它滚一下，再铺着就好。哦哦。空间变大了，铺着就好。魔术大空间。T 的 ，T 的，太棒了。T 的，这样好多了。可以有一下稍微往那边一点，然后你会顺势下去。 刚刚最后的姿势看着变了，有一点。比如说，就算刚刚这个姿势，两个人都有预期的话，会分开一下，有下一个动作也是挺合理吧？分开一下。两个人都。是不是这样？请让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站起来先，可以站起来吗？啊，站起来之后再下就好下了。那你们有动机可以站得起来，小心。动机就是为了想要上沙发。好好好。对。这个位置是。好像可以。看到这边我还是。对，再跳吧。我们再跳，其实可以想办法避掉他们姿势，让他们顺一点，不要硬要卡着这个。 好了，你们亲一亲，今天胸肌都出来了，亲到胸肌都出来了，亲到变长点，亲完有。今天最好笑，今日份最好笑，人呢？你停止吧。嗯，我停不了了。你停不了啊？ 停不了，那谁愿意停啊？看着猴急，这身高差。看你确实猴急，他紧张了。嘴也都可以，我看你哪里瘦，动作都不要那么大。拉过来到这里，到这里，也是我紧张，